有一段的交往关系是原本是非常不愉快的，对。但是那个时候是因为我们交往大概四年，对。后来是我们远距离，其实远距离真的是很难长久，因为后来他劈腿。那劈腿的时候是我无意间发现，然后我就毅然决然的断绝所有的联络，而且我也没跟他讲说我知道有这件事情啊，所以我因为我当下很生气，是因为在分手的那一段期间，他想要当假装自己当好人，所以他一直在伤害我，他要逼得我自己离开。是后来我无意间发现到他跟就是另外一个人的对话讯息对话，因为那时候就很难过，远距离就回到他那边去收东西。那你还可以咽下这口气。我就是决定说，因为其实远距离很辛苦。那我当下又觉得最后那一段时间他伤我伤得非常的痛，他是连那种小毛病都会挑你。但是像他是已经劈腿了，对，他已经劈腿了，他想要把我赶走。哇，这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好伤哦，对，很伤。而且我其实那时候还是学生，然后我又几乎一两个礼拜就去高雄找他，是北高两地跑，所以那时候经济也是负担蛮大的，然后他有时间，所以我那时候其实爱得很深，因为四年从我学生时代一直到我退伍，他都等我，所以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很稳定的感情，直到那个时候开始变了质。那变了质以后，我发现他劈腿以后，我就只拿简单，原本要拿很多，想说就当作慢慢收慢慢收，偶尔来拿一下还可以挽回一下感情，但一发现他劈腿了，我就只拿了几个简易的东西，我觉得重要我就走了。然后他一直打电话来，我就告诉他说，你知道你自己做了什么事情，我就再也不回头了，我就回台北了。然后这件事情就这样过了，大概过了一年多，然后他还是一直觉得我对不起他啊，因为他不知道我知道了，你刚讲他也听不懂，对，他听不懂。哎，那我就觉得哎，我都已经讲那么白了，你误会他。没有，他朋友都知道，我后来也有问他的，就我们共同的朋友，他们都说啊，你现在才知道，对，就是我是最后一个知道的嘛，那就是铁真真的事实。但是隔了五六年之后，我自己突然因为人生到了另外一个抉择，我想要换看有没有什么副业可以做。然后他是念餐饮的，他其实是蛮厉害的厨师，对，然后他已经可以到跟很多五星级的师傅都认识了。你找他来一起创业啊？我觉得我再更过分一点点，就是我也没有要让你分一杯羹，我是直接跟他讲说，我想要做餐饮的，那你可不可以帮我要食谱？就是我还因为那时候其实犹豫很久，就是想说我如果要做餐饮找他是最快的，但是我们已经很久没联络了，而且又分得那么难看。对啊，要是如果说你会跟这样的前任联络吗？绝对不会，而且我觉得他现在还报复了第二招，绝对是这个原因。他是一把手，你也不联络，完全不联络。我是我也是会这样，我是当下真的觉得你是坏人，他欠我要讨回来，我觉得他欠我的，是不是？所以我原本犹豫是觉得这样子联络好像没必要，如果是正常分手，我觉得没必要。但是我当下真的有一点觉得，可是你欠我的，因为当初我花了那么多的钱去高雄找你，然后花了那么多的时间，然后我把所有的爱都给你，我的爱情值十道食谱，对，超过十道的瑞迪的量，对对对。所以我那时候就决定说，好，那我先传个讯息给他，然后结果他也回我了，而且其实他后来有点大方到我觉得很尴尬，是尴尬到因为你知道做吃的不是我给你食谱你就会做，对，是我要教你，对。那我当下已经骑虎难下了，我不去学也不行，因为他都已经给我食谱了。但是那个食谱那个比例你要怎么样控制，对，所以我后来又再跑一趟高雄去。哇，去的时候我也是很煎熬，在他家的那个路口就在那边走来走去，想说时间快到了，那我去还是不去？一砖一瓦好熟悉。我跟你讲，我后来真的超级后悔这一段的，因为我一走进那个门我就觉得我错了，他的妈妈也在，然后现任也在，所有人都 在，对，他后来那个就是切了又一个新的，劈腿的那个另外一个在，还在啊？对，他其实都交往很久的，哇，然后都在，所有人都在，劈腿那个也在，然后你还走进去，对，就走到店里嘛，然后妈妈也在，妈妈看到我又回到那时候在一起的那个感觉，就是妈妈也对我很好，就是我觉得因为我跟我是跟他，你在考验所有人的反应，哎，画面超诡异的，很诡异啊，是不是？你想想看那个画面走进去，然后。可是你自己造成的，活该耶！所以我说，我觉得我很后悔。哇，对，没有。其实我本来只是想说，有个食谱，也许我可以试试看，那说不定可以成。
然后后来那个局面很尴尬的是，他妈妈也要教我，然后他也要教我，然后大家都在看，然后且他的现任也在。现任有教你？没有，现任就在旁边看嘛，看着。就也是像你一样，我也看不懂，他也看不懂，装傻。装傻。然后我去也是赶快学一学，我赶快走了。嗯。对，就很像。我觉得好赤裸，就这样子去，然后我就最后就赶快学一学就走了。Okay. 然后走了以后，他好像觉得我去找他，他就好像有原谅他了。对，也好。对，但是后来你有没有问经典那一句？你现在过得好不好？很多人想问前任这一句。其实我那时候开始传讯给他的第一个就是问说，是不是、欸、最近好吗？嗯，对。每次看到这我都觉得要怎么回啊？不好你要怎样？不好你要怎样？好一定要怎样？好要跟你讲吗？两个都不对嘛。对啊。但去的时候他又一直跟我就是有点炫耀的那个心态、就是说他现在多好多好多好、啊、什么什么。当天回去有拉肚子吗？没有。加料。我连试吃都没试吃，我就说我包回去。根本食不知味好不好？我真的我说实在，我那一天做完的东西，我说没关系，我包回去好了，因为我想要给我的朋友也一起试试看。我完全不敢坐在那边吃这个东西，反正我就是。赶快，太尴尬了，太尴尬，赶快要离开了。对，但后来我真的觉得，不要跟前任碰面是对的，因为到后面啊，他那时候说他多好多好，然后结果回去了以后，他觉得我原谅他了。后来他又开始跟我讲说，就是有时候像深夜的时候，他就会传讯来说，哎，他其实最近过得不好啊，状况不好，然后啊，他最近又被人家骗啊，他投资的店什么的，然后不太好，但他没有跟我借钱，我觉得。我正好一波扫到这里，我觉得他在跟我讨的是感情债，他也有点不甘心那时候我们这样分手，所以是要再续前缘吗？没有没有没有，我后来就觉得有点不太对劲，所以我就找了另外一个朋友先去关心他，因为他后来好像也真的有一点忧郁症，因为他的经济压力太大了。OK。